我爹的，我哥的，我女人的，打！我让你师姐把孩子剁了，是为她好，你懂屁？你懂？令狐，怎么着啊？温主，我不想，我不要。你不想什么？你不想啊？就想给人当小老婆。 大宅门里边勾心斗角的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？班主，你这行行好，让师姐嫁了吧。你闭嘴！轮着说话吗？绿红，哎，班主，你现在是他勾搭男人了？干嘛呀？欺负他的时候怎么不可怜可怜他？不是戏班子里待得住，他这一天线三言两语就伤了外头男人的当吗？班主，你听听。 让你打我，让你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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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爹的，我哥的，我女人的，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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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
好，各位既然对我水云楼有情有义，我就一定不会辜负各位。打乾隆年间，水云楼进了京城，撂地卖过艺，给皇上太后进过戏，历经五代，万万不能断在我手里，不仅不能断，还要发扬兴隆。我向各位保证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让各位挣钱发财。最近北平疯传说我得罪了曹司令，说曹司令要枪毙了我，闹得大家没地儿唱戏，有点揭不开锅了。唱戏嘛，就是为了出大名发大财，在这种时候大家心眼活啊，我不怪你。班主，我们都知道传的都是瞎话，等过阵子平平安安的，谣言就过去了。等过阵子是哪阵子啊？坐吃山空能耗多久啊？所以我决定我们建一座水云楼自个儿的戏园子。盖戏园子，我们一没地二没钱的怎么盖啊？地儿我已经选好了，就在天桥菩提院，钱我也有。